咁呢個共用遊樂場咧，係一個以共用遊樂空間設計概念嘅比賽咧，優勝者作為一個藍本，亦都係我哋香港第一個咧有水有沙嘅兩項天然元素納入去設計嘅無障礙係相建共融嘅兒童遊樂空間。遊樂場提供咗好多元化嘅共用遊樂設施，有沙啦，有水啦，有光影啦，有搖擺嘅旋轉設施啦。仲有攀爬塔和足感活动组件等等。我们希望不同年龄不同能力的相见儿童都有个平等的玩乐的体验机会，不单止可以畅快地去玩，也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好奇心，这两点很重要，看到他们在安全的、在健康的、愉快的环境之下，是尽情去欢笑、去跑动，寻找适合自己的挑战和探索世界。最重要当然让我们享受有一个游戏中的乐趣，这点是极之重要的。现在康文署辖下一共有644个康乐场地设有这个户外的儿童游乐的设施，以及36间的体育馆里面设有儿童的游戏室，分布我们全港18区。康文署未来都会透过这些先导计划的实践，继续为儿童游乐场注入更加多的活力，多些动感的元素，进一步去丰富提升儿童的游乐的体验。